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，我是百合博士。这是我们一键开启新年五分钟减肥计划的第六期视频了。在以前的视频里，我们了解到，用体格指数就可以自己判断，宅家时间长了，体重增加了，是不是真正的肥胖了呢？知道让人担心的不是体重增加。 而是内脏脂肪的蓄积，因为它可以通过代谢和内分泌两个途径，导致我们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血压和病态肥胖。那今天就来介绍一个抑制内脏脂肪的蓄积，并可以减掉已经蓄积的内脏脂肪的锻炼方法。健身减肥的方法。 实在是太多太多，但经过严格审核筛选，今天决定介绍的这个锻炼方法是被称为热瑜伽的宗宝。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方法呢？就直接来参考一下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私立医院的梅奥诊所的医生，同时也是运动医学和理疗专家的。 爱德华·拉斯科夫斯基对宗巴的介绍。他说，宗巴是一个可以配合上拉丁以及世界各国的音乐的健身运动，可以是快节奏，也可以是慢节奏，还可以帮助改善心血管疾病。是美国国家健康与公共服务部推荐给。 最健康成人的一项有氧运动。他还非常细致地提到，如果选用比较温和的，就建议一周内至少要坚持一百五十分钟运动；如果选用比较剧烈的，也要至少有七十五分钟。当然，他也强调说，即便是更短时间的。 和更柔和的身体运动，都是对健康有益处的。因为像宗巴这样的有氧运动，不仅可以减少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，还可以改善心情。推荐宗巴作为最健康成人的有氧运动，还因为它的节律可快可慢，适合于。 不同年龄层，也不受场地和天候的影响，有着室内外皆宜的优势，而且还可以避免器械损伤的担忧。那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区别的根本就在于运动的肌肉收缩时所提供的能量来源。 有氧运动就是肌肉收缩时需要消耗氧气，燃烧储存的脂肪来供给能量。那有两个因素很重要，一个是需要时间长一点，另一个是不能太剧烈。比较典型的有氧运动有：急走、慢跑、游泳和登山。 无氧运动是指很短的时间内的剧烈运动，对肌肉的收缩，通过供氧燃烧储存的能量是来不及的，所以在无氧的情况下，靠肌肉里储存的肌糖原来作为能量供给。典型的无氧运动是包括快速短跑，还有使肌肉丰满的健美锻炼。 只有有氧运动是可以燃烧内脏脂肪，从而降低血液里的中性脂肪、胆固醇，才会有预防和改善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血压、内脏脂肪型肥胖以及动脉硬化的效果。好，这一期我们介绍了运动减脂的方法，那下一期的视频就介绍一个从。 克服焦虑的角度来减少内脏脂肪的方法，敬请期待。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和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。非常感谢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